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小伙伴们，今天啊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天使与恶魔的跑酷啊。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做天使，或者选择做恶魔。那我这边的话就选择做恶魔。我们向前走，我们来到恶魔的领地以后呢，这个血量啊，瞬间就变成了，哇，这个可能有个10万滴血了。我们现在向前走啊。走走走走走，这什么情况？卡 bug 了吗？好，我们继续向前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直接是岩浆啊，要从这上面穿过去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？如果你也喜欢玩迷你世界的话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哦，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你看我这身上冒着火呀，我也可以直接从这个岩浆上，然后从这个激光射线上再冲过去，这就是恶魔的威力啊。我们血量多啊，我们可以直接走这个有倒刺的地方，都不用管啊，直接可以向前跑就完事了。我去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都是篮球啊，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呀。这个打个标记，好，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再继续向前走。跑，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